心蔓延，星光宝贝。这首歌它的能量真的就是充满了爱，太强大了，真的是跟着每一句话的画面在动。可丽姐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，其实在那个谱架前面有放一张她女儿的小时候的照片，我感觉到她对一个她自己的小孩的爱的那种感觉。是啊，做父母的人真的，小孩你真的不会渴望他有多大的成就，真的他只要平安快乐，你就算是一个最平凡人，我都是非常非常爱你，因为他 touch 到我，我觉得相对的这首歌应该可以打动很多人。你也被高一点头几下叫掉问妈妈